怎么大半夜的收起了我的性命？刚刚我和沈老师打过电话了，你拒绝这次项目是因为害怕和楚楚姐他们闭关我会难受，对吧？我只是最近太累了，而且还想多抽出来一些时间好好陪陪爷爷。思年，我没那么幼稚，我想成为你的贤内助，不想变成你的绊脚石。虽然我不太懂你的世界观，但至少我可以为你的人生计划而努力一下。